是多少？你永远没有拿到这个牌。NGO。你是有排用吗？你有没有排用？没有排用。对，其实有小水池，水小水池，对啊，才是小。加加水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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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假设该局的扣分数假设少于20或30，看视情况而定，就下一回合类似多抽几张影响卡，就是代表就是说问题如果不积极去解决的话，就可能会有产生更多不好的影响。然后再来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行动卡，就是假如两种职业同时使出或者是共同使用的话，就可以有一些加成效果，就是提高不同职业的合作性。就是呢，我们几次游玩之后发现呢，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所以呢，不是主要是事件或影响点数应该要更多，或是那个行动卡的点数减少一点，这样就可以增加游戏的时间。不然我们每次都也没有什么乐趣。好，我是2608徐木龙。然后我觉得游戏主要就是在提高一开始的污染跟影响卡的污染这个前提下的话，可以做几个改变。第一个就是，可以让别组的那个污染扩大卡牌，例如说什么风向扩散，如果你打出来，这样可能跟你一起竞争的另外一组，他就会要加可能30点这样，或什么因为地震二次爆炸什么，可能就要再加一开始爆炸点数的一半，然后或者是要限制回合把污染归零，然后要不然就要再加点数，
或者是可以暂停别组特定角色，因为可能就是可以增加军方的技能，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会让别组你可以指定一个人，就是这一回合，下一回合不能出牌。然后还有最后就是可以增加游戏的人数，就是可能灾民可能可以慢慢增加。就是目前的那叫什么卡？哎，对，影响卡只有两张卡有互动效果，就是水晶卡还有土植物卡。那我觉得其他的卡，比如说什么外照射，对，我看一下，生物病变、空气污染，然后病毒病变这些卡都没有，就是额外的互动效果，让我觉得它可以增加一些，然后最好是那种负面的，比如说病毒病变，灾民会全部死掉之类的。我是欧六班周伟翔，然后我提出的建议是，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开始的指定卡全部加30，可是我们的 NGO 调改把它的那个它的环境维护从5调到6，然后并且它的所有就是有些特殊效果的那个，就假设有水资源灾害的时候那个产成2倍的那个调查，把它提升到就是。NGO 打出那张牌的话，可以乘2倍，他不用那个翻事件牌，还可以乘2倍。然后还有他的环境调查 ，NGO 打的话从1.5倍改成2倍。256班的许宁润，然后我建议是可以给那个事件卡加一些特性，像是抽到车诺比什么5局或6局之后会再核爆一次，然后就增加150，或是说什么抽到。什么广岛什么长崎什么的，你会承受2倍的伤害，然后过一段时间没有治疗，就会少一个团员，然后就死光光，这就是 NGO， 我们就一起努力，好，谢谢大家。